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RB 90分钟耐游赛第四站 Assetto Corsa A86 在 Highland Short。 短短的小赛道上，现在我们看的是最后尾起跑 Alex 的画面。起跑了没多久就超过了红哥，看起来是顺利起跑。在这个小场地第一关居然没有发生事故，失故了！哦，好危险！我撞车了！失控！不好意思。Alexson 这个机会一口气过。然后换到小鹿的画面。我念谁？哈哈，我买的鱼雷飞弹。哈哈，鱼雷飞弹。我成功超过 Alex， 现在换 Alex 夹在中间。八九十十一四台连在一起。艾利斯车摇晃了一下，小鹿抓到机会，站住内线，连续两个内线弯，超得过吗？没能超过。外线的艾利斯速度比较快，还是取得了前面的位置。车手的语音传来惊呼，似乎前面发生了什么事。闪过，后面都安全闪过。博歪歪好像掉到后面的名次来了，现在卡在 Alex 的小路中间。歪歪顶到了 Alex 的屁股， Alex 旋转了，可惜啊， Alex 被撞出去。往后换到圣修的视角，紧跟在小路后面，刚刚应该是车祸的受害者吧。没关系，一圈又要结束了。这一圈的时间是非常短的，九十分钟下来的，我要跑86圈。跟紧了，小鹿有一点打滑，速度慢下来，让圣修逮到机会，并行。第一个弯，糟糕，圣修太快了，圣修撞了一下墙，不过还是顺利超车成功，车辆受损情况好像也还好，爬升到了第八名的位置。第四名，64圈的时候，我在第五名追上第四名的翔哥。可以挡后面那台，可以挡后面那台。不要！好不容易才追上，花了好几圈的时间，差距非常的小。华丽的甩尾，哪来的甩尾啊，翔哥？我猜他是用距离吧。在合理啊，两车的距离多少以内就。这时候有人在提到蓝旗的事情，觉得蓝旗好像太快显示了。就这个场地来说，因为这个场地特别的小。接下来我们就专注于这个车手当下的对话，实在是蛮好笑的。等一下，强力一下。撞得好。红哥，这边没地方了。好，我要走。歪歪断线。红哥对。为什么？你没有靠。后面挡着。正好在弯曲，被挡到一下。对，长得好。我还在看后照镜。我不能打。两个人顺利通过。扣分呢。技术性的挡啊。你不能追。让过之后可以追。我又再一次在这边撞到墙壁。No。
就看着车尾灯吧。我要让你看我的车尾灯。我来了。请让路，请让路。维持这个距离，有朋友绕一圈了。你刚刚一下子飞太近了。等一下我又敲了一次墙壁。哇，又撞到了。真的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不棒，一点都不棒。我们车损100的情况下，这个场地再撞大力多敲几次墙。结果是你这刚诅咒完人家。有没有跟在后面？这个场地100%损伤，敲几下很有可能车子就歪了，要非常小心的。哦，进行进去啊！我顾着看着我的机动车，我变速箱又爆了，又坏掉了。哦，那你继续下一场，下一场那个 DTM 有危险哦。我上一场就很危险，你应该都是超转爆的吧？不是耶，我们爆变速箱达人。对，打我好像一下，我好像都是先踩油门再放离合器。名次上升到34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在继续修变速箱的时候超过去了。我不，我后面那台好认真啊！我差一点思考了。有需要这样吗？有啊。你现在变成争第三了耶，争夺上颁奖台的机会能够不认真吗？当然要认真的啊。我变速箱坏了不能修。什么小不懂事，居然不能修，完全维修不行修吗？引擎都给我修，为什么变速箱跟紧了？咬住你了，翔哥！为什么他们要咳嗽呢？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。我又稍微敲撞一下墙壁，最怕这时候自己撞出去，要撞到我。尽可能稳稳的跟着我。打死你！华丽的甩尾，我从来没有看到你甩尾。啊，没有了。假的甩尾，企图扰乱对手。哦，有机会吗？进入内线。你这样太危险。哦，到了。两台车都失控。强哥再次离我而去，可惜啊！这个超车抓的太冒险了。第三名，第四十八圈，强哥在第五名的地方，追上了第四名的 J。J 是以危险出名的车手。我在杰哥后面，好恐怖啊！哎，大家心中都留下了一点阴影啊！他
没有在这里吧？对，我们下一场要改装八六嘛。改装会比较好开啊。不是，这个好慢。这个好慢，我会晃神。我其实觉得原厂八六就很不错啊。慢慢的不是很好吗？实在不太懂为什么之前 MX5 大家觉得 OK。这个品牌呢，好恐怖。大风车，这样不太容易超得过哦。超难超的。J 的防御 ，J 自己输了。哎，他失控了，撞到我了。两个弯的保险没有强行通过，放过了这一次机会。总比被撞到好。下刀要露尿了我。现在翔哥是已经进过站的情况，这就是还没有进过站的情况，或许就这样会撑到进站为止。这场的长度，八六来说大概要进一次，不管是轮胎还是耗油，只是在这边被挡越久，翔哥就会浪费越多时间。并排从外侧失败了。那你加油啊！为什么不去加油啊？位置给我一下嘛。太危险了，超不过去。你看，为了要让升级哦。这一撞到了，完全撞到，可是没有确实的空间的话，翔哥也很难过。在滑台车的，在滑台。哦，顶到杰哥的屁股，还好没有失控。这一下顶的还蛮大力的耶。我们要转到内侧，进了，在弯中才进，尴尬啊，超不过去啊，还好两个人没有碰上，持续了几圈，开始烦躁了吗？进攻越来越激烈喽，慢两秒哎，毕竟这样子一直慢下去，后面我就要来了。翔哥自己撞到墙，跟随了 Z 的路线 ，Z 修回来了，翔哥没有修回来。怎么可能？谁在我后面？看我圈。前面遇到了一辆车。哦，这边很坚持哎。是 Alex 顺利在第一弯前两台车都过，对缠斗没有任何影响，两个又轻敲了一下墙壁。这居然越来越远了。对啊，你可以看我车尾灯来了，还没有换胎加油的 J。我觉得等到加油好了。两个已经决定了策略，等他加油，结果他马上就自己失控了。耶！强哥终于脱离了这个状况，可以回复原本的圈速了。真的断了。
这一圈就断线了，大概又是被抓去睡觉了吗？第二名，第五圈，这就追上了 YY， 现在 YY 上面虽然显示十一，但实际上是五。奇怪，说 YY 在哪里啊？他在我前面呢。这是 AC 系统上的问题。他当你怎么会放在后面看到？吓死人了！YY 这场超夸张的，在排位的时候还蛮慢才进场，一下子就刷出了超级快的单圈，好像是有什么特殊的跑法吧。YY既然网络状况并不是很稳，车辆都在瞬移，很有可能会发生大车祸。这种车辆瞬移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是非常难跟的。好吧，我让你过，你跟他这样子。陈修想要放弃位置，取得安全呢、啊。并且没有办法掌握前车正确位置的时候，很有可能自认为可以过，但是就其实不能过这样。不要，他已经拖住我了，他已经拖住我了。我紧追在后。趁着不赶快过，就会有大危险。我们只要把手机这个位置。虽然说网络造成的碰撞，我们规则上是不会做任何扣分的，但是呢，要是因为碰撞了，小心啊两位。但是因为碰撞造成车损，就得不偿失。圣修终于跟YY并行，在这个危险的区段，从内线顺利通过。往后看，YY 是第十一还是？对，YY名次感到疑惑的，我YY没错，YY现在是第六名。对啊，怎么一下子第五，一下第十一啊？可以借个光吗？他到底几名啊？他现在第八。我右边，思思。然后我被YY卡住。后面有魔鬼哦。感觉YY好像还蛮忙的，常常听说他去比现实的比赛。对，可能练习也比较少吧，经常都不是很稳定。哇！讲人家不稳，结果自己就失控了。再切回前面试修的画面。虽然被超过，但是并没有明显被甩开，随时可能反击。给罗伊玻璃破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可惜YY没有提供他的视角啊！红色箭头再一次出现，所以我放我的拳头过去找你了。因为这场我不重要啊。那你可以停路边吗？你可以等我吗？这圈刷了新的单圈，1分.231。你可以等我啊。No。这就小失误。
车辆受损轻微。是啊。M Y Y， 有重新关机了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同样的装饰，应该是没有办法。是地形在糟糕吗？对啊。Y Y 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机会。又一圈要结束了，顺秋自己撞到内墙，又被顶了一下，稍微失控，撞墙之后回复，但速度完全没了，被歪歪取回前面的位置，可惜啊，顺秋，再来是第一名起跑圈，第一名经常都在起跑圈出现，现在是第四起跑的罗伊的位置，这场不知道为什么排位赛好像失效了。对，跟排位成绩不太符合的排位结果，回忆一起播就抢下第三。前面第一名 YY， 第二名季军，后面的应该是藤原吧。跟超紧，季群似乎打算超歪歪的车，歪歪防守，罗伊就站在季群的内侧，后面藤原也蠢蠢欲动。前面发生碰撞，罗伊也被藤原顶到。糟糕，大车祸，大车祸！翔哥视角顺利通过，后面撞成一团了。那我们可以等撞击的那一个片段再来看到底怎么回事。顺利通过，头人马上一个失误被翔哥超车。玻璃，要去换玻璃了。切换到藤原。这样的情况下，翔哥居然没有中奖，只是运气还不错啊。前翔哥后 J， 本来意外藤原居然开车线，记得上一次 AC 好像也是。明明就那么强 ，J 站住了内线，一口气从内线超车，藤原跳了一下墙壁弹过来，又跟 J 碰了一下，还是被 J 超过去，往后换到罗伊的位置，现在藤原夹在 J 跟罗伊之间，罗伊的玻璃已经破了。破玻璃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。我去接任务员了，你没等我去。前面两台刹车都刹出了白烟，尽可能的完善了吗？我也好像快逮到机会了，顶到了藤原，藤原接连顶到了 J， 藤原的 J 就这样出场了。罗伊啊，罗伊！藤原跟罗伊都没事，持续缠斗争夺第三。
这次飞弹 J 好像变成了受害者。没有啊，歪歪在自己呢。那就不好玩，那就留在家。小叔清了墙，罗伊也跟着清了墙，逮到机会并行。这个危险的地区能够平安通过吗？从外侧稍微敲了一下，轻碰轻碰，两台都没事。技术真好啊！罗伊取得了第三的位置。S 的碰撞说起来有点怪吧，轻轻一撞就很容易出场了。相对来说，这一点 PC 号就比较好一些。结果发表，经过判罚之后，第一名藤原拿20分，第二名小翔翔18分，第三名喵小千13分，第四名罗伊12.25分，第五名阿红10分，第六名圣修9.75分，第七名 Alex 8.75分，第八名小鹿8分。第九名季群6分，第十名 YY -0.75分，第十一名 J -1分，能不交比赛影片也只能算0分，然后再扣分了。那总分的部分，这一场参加的人里面，第一名目前是藤原56分，第二名是喵小千51.5分，第三名小翔翔42分，第四名季群34.75分，第五名罗伊32.25分，第六名阿红21分，第七名 Alex 19.75分，第八名圣修19分，第九名小鹿17分，第十名 J 16分，第十一名 YY 2分。参赛车队的部分，这场得分第一名秋名山岚月凛20分，第二名干化军团12.25分，第三名不要插队10分，第四名 Gap 9.75分，第五名 Alex 8.75分。目前总分第一名干化军团54分，第二名秋名山岚月凛45分，第三名不要插队28分，第四名 Gap 27.25分，第五名 Alex 19.75分。以上就是我们第四赛的缠斗精华，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。还有 FB 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追踪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